都是我不好，我一直都那么冲动，都是我不好。立冬弟弟，你快点醒过来吧。怎么了，立冬怎么了？火牛，你干嘛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清明，清明，终于醒了！太好了！清明姐姐，快救救立冬弟弟！交给我吧。气清景明。立冬，没事了，太好了。感觉轻松极了。立冬没事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当然是继续去找年兽啊。立秋，赶紧算一下年兽在哪里。这还用算？年兽吃了红蓝菠菜能获得能量，你们猜它会去哪儿？红蓝菠菜园。老大，这是我的，我的。像，肯定就是这个红蓝菠菜，让我获得大量的能量。出发，红蓝菠菜园。那是我的呀，老大，我好不容易藏起来的。真漂亮。是啊，大姑河素有青岛的母亲河之称，景色很美的。我们还有任务呢，别玩了。对对对，去找年兽。老大，我打听过了，这就是富含铁元素、能量充足的红蓝菠菜。走吧，上车啊！好多人呢。给我们留点啊，别装完了呀。终于走了，开吃。看我的吞食天地。加油加油加油。这么多土。也生的，跟之前吃的不一样。有了，怎么这样啊？快，快扇风！都是潮湿暑湿，全是烟。清明节一直在下雨啊，找不到干燥的树枝。老大。老大，这个菠菜好好吃啊。满足满足，再去。比我全盛时期的能量还差了不少啊。不过有能量的感觉就是不同。老大老大，不好了。幽灵们来了。还有那两个人类。慌什么，镇定。这肯定是年兽他们干的。
他们应该走不远。雨灵掌，强化！哎呀！陛下！我根本就没走，在这等你们呢，等你们好久了。李东，岩羊，启清景明，异星幻影。奇奇精灵，加油！就剩一个了，要不要考虑当我的手下？你休想！这是什么？我的力量被吸走了。夏弟弟，满天秋叶，医生，你干嘛？没事。启清景明，太好了，我没事了。年兽呢？老大怎么办？年兽来了！可恶的家伙，这个光圈太低了，我不能释放能量啊！我们跑回去，立冬还在我们手里。有道理，走这边。好冷啊！啊！疼！啊！光圈能量和冰冻能量中和了，天兽，闪电，闪电，快！你什么眼神啊？看准点！来呀，来呀，年兽！立冬弟弟，别找了，年兽已经跑了。启清景明，可恶的精灵，等我修好神器。黄龙玉，果然是我的福将。我还不信了。离我远点儿，啥也不是。清明，唐，杜牧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节气清明和清明节是同一天，既是自然节气点，也是扫墓祭祖的传统节日。人们会在这一天全家出动，礼敬和缅怀过去的先人，并享用青团、艾草糕等节日美食。有些地方的清明节还有斗蛋的习俗，规则很简单，比比谁的蛋壳硬。小朋友们将带壳的水煮蛋装在网兜里，用手拿着互相碰撞，破了壳的就算输，要把蛋吃掉，而留到最后的就是蛋王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家乡有什么清明习俗呢？可以告诉我哦。我是清明精灵，再见。